유튜브 출발로! 뉴티드 라이너! 大家好! 我是先村先说人百块 每人连猪五八的大牛蹄子 今天咱们吃麻辣牛蹄筋 搞起来! 先把牛蹄子磨炒干净把炒好的毛刮掉把牛蹄先炸掉牛蹄炒好刮洗干净这牛蹄子够细够大肉够多呀 牛蹄下锅喽放上葱姜倒上料酒准备点葱姜准备点辣椒麻椒用温水泡一下水焯好了捞出来给牛蹄炒筋扒皮哎呦锅中倒入菜籽油倒入泡好的辣椒麻椒 辣椒麻椒炒香放入桂皮八角香叶炒过小茴香放上葱姜现在放入豆瓣酱甜面酱黄豆酱猪猴酱一块冰糖加水生抽老抽一起抽一碗老陈醋牛蹄炖的啪啷啪啷的加盐调味摊调好了下入牛蹄 今天的秘密佐料33克金银花吃麻辣牛蹄不上火把火加大了石叔我刚买了个新手机这旧手机咋处理放在家里是闲着干脆换棚得了拿去换棚太亏了我强烈推荐你拿去找链接 APP 卖掉换钱呀这旧手机还能卖钱你看这个就是找链接 APP 首页点高价卖手机把你的手机型号选择上马上就能拨出价格还能卖个2000多呢下单顺丰就会免费上门收手机门都不出就把手机给卖了方便得很这旧手机还能卖2000多骗人的吧找链接 APP 是专业的大平台我都在上面卖过好几台了寄过去当天就给到质检报告只要价格满意就会立马打款另外还有实力补贴活动点左下角还能多买好几百呢那我也赶紧点左下角试试把家里的旧手机全都卖了去薅一波羊毛反正邮费也不用我出牛蹄子炖了2个小时了筋都炖烂了牛蹄子出锅喽淋上点汤汁吃我的麻辣牛蹄来来先来一口牛蹄筋够美啊嗯够长长的这牛蹄子太大了就是